可以可以就是运球运球很好，会上篮很投篮，我觉得是在本土方面是可以。过去的这几年啊，像你觉得运球啊，然后还是都不错，可是过去他会觉得好像常的是外线啊，就是投篮的话，或许稍微差了一点。过去今年反而是觉得是进步最多，在投篮的部分进步。